狗蛋一人扛着狙击，众人等着捡狙。 狙响狗蛋身亡，狗王立即捡起狙击，二狗补枪，奶狗也阵亡，再次开进地上，赶紧来到大对方，同时抛出五，在广告抬架枪，狗剩要拿 C 4变换位置，对方又扔出三，正想出门时，匪家来人，二狗挥膝开进甩狙击上。 又返回大查看情况，叫狗剩出来拉枪线，狗剩怕死，不敢出大狗王，只好蹲坑。又再次上广告台开进瞬狙击地，乘胜追击开进育苗井家。 此刻狗剩爆点门有人，突然狗剩驾鹤西去，狗王急停也撒手人寰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，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第一对战人物，主角是咱们最强老六 Get Y， 他因人无数，钢枪无敌，是对手最毫无的选手。此时正行，仍然是全职奔小道狗蛋取得开门权，狗王紧跟其后，狗蛋在没开二度刀杀对方，来到平台，狗王甩枪紧扣爆头，不到一秒再杀一人。 狗蛋与二狗相继身亡，情况不容乐观。先不管安装 C 4来到一波先查看几家，下蹲斜翔秒小道，对方闪现甩翔击上，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4移，中路瞄准淡定点射对方，直接红烟，土匪不想纠缠，极可能转B。 立即扔出300逼动，上香查看广场，突然听到 逼 动有大量脚步，迅速抛出四，先调整卡位，闪身单点没中再上，两发爆头再上假身，来到狗窗，对方正在放包，厨房又爆头，钻入狗洞，不断的点射，又再爆一波，再美滋滋拆个包。 二狗不服，恶狗火狂，高手如云的时候，出手一定要快，不然连毛都没有。此时阵型2比3，狗蛋要前压逼动，帮忙扔出分，突然爆闪，中路要出扔出擦抢，往三同时拉住，两连发爆头，来到广场查看中门，感觉回到斜翔比较安全。 二狗要求协助查看中路，土匪封烟中门，狗王准备混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奶狗击杀一人靠门静听。此刻狗剩身亡，不用着急，祸不单行，狗蛋也阵亡，中路有人，二狗回击。 突然启动甩枪爆头，此时必须告急，变换开枪模式。一放包瞬间，奶狗也驾鹤西去，穿上木箱基地，没子弹换用四，最后一人在B洞探出时被狙杀，对方架枪角度刁钻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此时阵型2比3。 与狗蛋同行，强压逼动，进步慢，摸到 B 下洞，双方一换一，狗王直接上中路，按到突然来人，淡定对枪多发击杀。C 4掉下，快速捡起狙击，同时中路来人，迅速退到匪家。此刻想到门B来人，开进瞄准，瞬间击毙。 又返回暗道瞄准，同时狗蛋身亡。突然闪现，瞬间击杀。再出来查看时，受到袭击甩击击毙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此时阵型还是万年不变的2比3。
迅速扔出五封逼动同时爆闪，来到狙台快速抛出擦枪三，对方穿射狗弹手杀闪身拉出疯狂泼水三杀爆头，不到0.1秒再杀一人，非常精彩，下期见。此刻鹏鹏也驾鹤西去换弹匣，非常淡定，闪出突然甩枪拱门爆头，不到一秒再爆一人。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Fnatic 对战 NY， 主角是咱们世界顶级突破艾伦，他那粗暴式的爆头以及犀利的枪法惊艳众人。地图是 Inferno， 此时阵型是选小路。土匪的手枪局由于枪械偏弱，适合集体暴走，艾伦单枪匹马直奔二楼，是院长取得开门红，同时列主任身亡，打工爆也杀一，对方正在对枪打工爆阵亡三连发火枪，最终爆快速捡起 USB 闪身拉出甩枪又爆一，万子弹纵身一跃晃枪一再爆，完美三杀，不愧为顶级突破。此时阵型三中两小路，在肥口左右晃动打探情况，施院长要突破 B 通，需要协助，此刻中路有人突然爆闪，帮忙穿射墙壁逼退对方，正想扔雷时必须需要支援，列主任取得开门红，此刻必须迅速站立抛出拱门舞，对方要爆闪背身躲避，突然列主任身亡，快速上前补枪，红点最终爆头，来到包点查看侧道，甩枪再爆一人，同时下台阶，再扔出拱门四，迅速上前晃枪爆头，这枪法干脆利索。此时阵型三小路两中，来到天桥穿射 VIP， 准备向二楼进发，先在红地毯架枪，此刻施院长要求搭人头，正想顶的时候 VIP 突然来人，同时列主任身亡，被迫放弃手球四，扔出四炸 VIP 退回下水道，突然施院长不服，要求再搭人体，迫于压力两脚怪只好协助，穿上二楼掩护施院长，从下水道转地通，此刻施院长阵亡，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，立即向 B 区扔出高空闪，必须快速占领，突然打工爆追击，还好鹏鹏补枪，来到包点蹲守混战。Cis 安装准备去测到双架，突然来人甩枪击毙，出来查看拱门逼通，还有人晃枪击杀，又回头冲正烟。此刻鹏鹏也驾鹤西去换弹匣，非常淡定，闪出突然甩枪拱门爆头，不到一秒再爆一，逆天翻盘，完美刺杀。此时阵型三小楼两中，来到天桥继续翻墙，先在红地毯架枪，施院长取得开门红，配合 B 区行动，准备摸二楼，扔出四炸二楼旋转楼梯，非常警惕，先穿射角落再查看 VIP， 进步摸二楼锁定出口，小跳而到瞬间爆头，跳看大杀，又查看近点，闪出查看阳台，转身跳快速出来查看中路的情况， C4 已经安装准备前去围剿对方，先抛出灯柱三，突然砰砰身亡，迅速追跑，疯狂泼水，瞬间爆头双杀，又返回一查看 C4，
最后一人被猎主任击毙。此时阵型继续默认上次。一把 NC 先打破狗窗，此刻必通有情况。下水道疯狂穿墙，必通突然失院长身亡。对方已压出正想扔出三列主任补闪。掏出四同时列主任阵亡，艾伦晃墙爆头。真的穿射墙壁打工爆上前。先架枪测到掩护队友，掏出拱门，欧武此刻打工爆击杀一人，迅速上包裹，先放一个安全包，突然爆火，打工爆归西，情况不妙，连续扔出擦枪三，祸不单行，鹏鹏也驾鹤西去，掉头侧到晃枪爆头，迅速换上黑险些被爆头退回秒右边，最终不敌身亡下期限。双方一换一，突然同伴身亡，祸不单行，火灭阵亡。大步流星赶到平台，瞬间击杀，迅速安装 C 四，放到安全包，看摩托如何一 v 二。先小跳查看警家，又瞄一大，左右都要看对方，极可能以包抄形式回防。摩托先不管小道，盲狙查看一大。人道枪道瞬间击毙，突然爆闪警家来人，趁对方枪声下地，这小技巧拉满。对方拆包直接上前顺境，居然没中，对方也是淡定，最终拆包刀杀，没死对方反击，手起刀落，终于击毙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美滋滋，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中国龙狮王狗盾比赛，主角是咱们前亚洲第一狙击手 Go Drive 摩托，他的超强意识与炉火纯青的狙击惊为世人。此时阵型 EBC 快速查看 B 下东，队友身亡，出师不利。广场有狙击声，突然闪出，瞬间击杀，变换位置再返回卡箱子瞄准，就等对方回防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，打算主动出击，开进甩狙基地。团队要进攻 B 区，要为他们保驾护航。狙台有人空中跳出，瞬间没中，下蹲架枪瞄准队友身亡，锁定对方火箭，拉出此刻战友也阵亡，对方闪现瞬间击毙。我继续安装 C 四甲狙等待。C 四已经安装，此刻要小心 B 栋来人。确认 B 栋没人之后，锁定狗洞。突然有黑影，瞬间击毙。继续架狙，耐心等待，突然火力威袭，迅速拉出瞬狙击杀，快如闪电，完美五杀。此时阵型四一毙，突然队友与伙计相继身亡，出师不利，摩托在穿大，情况不容乐观，来到暗道瞄中路，直接拉出瞄准小道，再抛出乌四炸混烟，对方有可能前压架局瞄准近点，提前锁定小道，瞬间击杀，立马抛出高空闪，同时一处瞬狙击毙，又扔出擦墙三，团队要上平台前去支援，战友在不断扔出道具封锁下，此刻同伴阵亡，迅速来到一波，先放一个安全包，跳上围墙甩狙击杀，此时要注意一大的回防，同时小道来人架狙瞄准，瞬间击毙，下来一波，可惜战友归西，来到五号位瞄准狙小来者，同时跳到一波，静停脚步，
与对方斗智斗勇，闪现瞬狙击，又是精彩五杀摩托重回巅峰下击剑。土匪跑路，瓦力蹲下架枪，突然来人瞬间双杀，又迅速退到包点。近点有人提刀上前，可惜被狗蛋所杀。穿射混烟逼退对方，同时拉出甩枪击毙。狗蛋想抢攻，跑在瓦力爆头。白天打螺丝，晚上玩反恐生活美滋滋。我是沈万基，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刘安对战 MI， 主角是咱们 CS 殿堂人物 WoW， 看他出类拔萃的意识与出神入化的枪法结合。此时阵型四臂一重防必须，打算推到箱子后面静观其变。手持O3，对方已在近点连续抛出，双方一换一，狗蛋身亡，二狗飞奔补枪。对方应该还在近点蹲地架枪，二狗拉出护敌身亡，好在及时补枪爆头。迅速来到匪口查看情况，此刻 C4 已经安装，突然爆闪继续上前，奶狗阵亡，同时狗剩也击毙一人。突然来人狂扫，击杀血量不多，在探头时还有立即穿墙，最终晃枪爆头。瓦力的临时处理能力强悍，在美滋滋拆个包。此时阵型3B2A，唐狙直接出逼通狙击位，对方正跑路，自我控制能力好强，也不急着打。开镜架狙，耐心等待。狗蛋取得开门红，突然包匪出现，瞬狙击杀。此刻狗蛋身亡，瓦力扔出道具前压，突然来人瞬即击毙，反应很快。根据爆点，土匪去了链接。二狗也阵亡。进步来到旋转楼梯口。果然来人瞬间击毙，处理非常淡定。位置暴露，变换地方去二楼。对方并没来，一区大概率去了 B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换了 M4， 确保万无一失。手持 O4 随时轰炸，先疯狂穿墙，对方果然在，立即扔出包点 O4 手枪，拉出爆头。像我们业余大部分会先换子弹，记住交战时只换枪，因为换子弹会错过最佳时机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是全 B， 首先扔出四，对方拉出却被狗弹炸飞，此刻要立即占领 B 区。对方已经回房前去帮忙，二狗阵亡，上前捡一片，闪身单点没中，险些被爆头，不用慌，先换弹匣，再出来架枪，瞬间爆头，不到一秒再杀一人，突然爆闪全白，仍然爆头，这就很离谱，道具对他无用，瓦力现在属于无敌。奶狗前来助阵，紧跟其后，闪出时突然受到袭击，被爆头。此时阵型四中一小路，
开镜架局瞄准链接。狗蛋飞奔前压瓦力紧跟其后。来到书房附近，突然有枪声，突然二狗身亡，瓦力瞬间爆头变换位置来到小煞。对方肯定回房架局瞄准拱门。突然来人甩狙击毙。此刻 B 区已空，快速前去安装 C4。从侧道回防。叫狗剩前来放包架枪掩护。C4 终于安装，突然狙抢狗剩击毙一人。警家突然来人，先躲再出，瞬间击杀。此时阵型四小路移中。飞奔来到旋转楼梯，突然狗蛋与二狗身亡。对方前压中路，突然奶狗也阵亡，祸不单行，狗剩也危险，淡定点射，最终爆头。此刻要小心二楼的偷袭，近点有脚步，原地架枪单点爆头，好生厉害。捡起也可以马上回到甩枪又爆头。竟不来到二楼查看包点，突然包点有人扫射没中，再闪出时击杀。已经残血七滴，但瓦力仍然不放弃。竟不返回前去捡 C4。不确定中路是否有人先抛出三。时间不多，提刀赶去。再死角架枪。B 通突然爆闪，马上来到三项，碎步移出甩枪击毙完美五杀下期见。家人们想看完整比赛的，请来我直播间。